三位在以后，后排把这戒指当方串着扣。小三把这三位以后，由八号广濑放了强攻空队，把这戒指掩护，然后由三号狼图打一个平拉开。现在中队发球，中队现在是由十号天下雄发球。中队小川把球翻来以后，现在是由八号队胜利了。
信用社加油。让我们大声为他们喝彩，战斗吧！